露娜的不许吃挑战。昨天我刷到了这样一个视频，这是史上最奇葩的整狗比赛，主题名为绝对不能吃。好，下面有请我们本次比赛的一号选手于露娜，边境牧羊犬，4岁，有3年以上的丰富偷吃经验。露娜，你对这次比赛有没有信心？二号选手500，偷吃界的后起之秀，曾在我的眼皮底下偷走一整只鸭腿。你有没有信心打败露娜？好，二号选手拒绝了采访，并偷吃起了话筒。比赛开始 ，Round One， 不许吃啊！可以看到，一开始一号选手还是很淡定的哈。1分01秒，这位选手出现了情绪上的波动。不许吃啊！哎，露娜，让你吃了吗？露娜，雨露娜。一号选手最终成绩2分22秒。让的听。不许吃啊！看我干嘛？不许吃啊！坚持住啊！20秒还没到呢。哎，500，买走了呢，弃权了。500 ，no， 500。哎，二号选手最终成绩42秒。今天比赛的冠军是于露娜。